你这是在告白吗？是。说实话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确实挺想逃离这里的。可我现在不能离开。没关系，到你了，我保证知无不言。左家出事的那天，严真，我有急事，你出来一下。你为什么叫我出来？那天，嘉哥让我去给他买东西，走的时候，他突然跟我说，如果他出了什么事，一定让我照顾好你。但是没想到，没想到，他真的出事。我听说，人在说谎的时候会忍不住下意识的想要摸鼻子。那你觉得我说的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有时候，最安全的就是说半真半假的话。因为说真话太伤人。我不怕受伤，我只想知道真相。如果你是问当年的事故，那真的和我无关。但我的确有一些事情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。谢谢。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这么亲密了？没事。谢谢，真的不用我送你回去。我有司机，在哪儿？上洗手间去了吧？我等等，你先回吧。好，注意安全。严真，回来了，楚师傅，走吧。嫂子，这是什么战术？都说了顾城可疑，还主动约他出来，害到失去理智了是吗？你关心我？你是真的觉得自己的安危无所谓吗？当年爆炸前，顾城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来确认那只是巧合，顾城不是坏人。为整清白。他说什么了？个人隐私无可奉告。行，他说什么你都信什么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楚泽家，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
欣欣，大成哥，你着实不讲究啊！你不但来了艺术馆，你还陪那个女人来艺术馆。那个，我们是在工作。什么工作需要来艺术馆完成？欣欣，你要理智看待颜真啊，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应该有判断啊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。我先送你回家吧，好不好？我不，我还没消气呢。那怎么样你才能消气啊？我今天晚上还要去你家睡我那儿童床。行。回家喽。来来过来，我们一起喝一杯。大家一起喝一杯。哎。这是我嫂子。嫂子好。嫂子，一起来喝一杯呗。是啊，喝一个人多热闹。故意气我是吧？小叔，请谨遵医嘱。嗯，嫂子说的对。那我就不喝了吧。来来来，你们喝你们喝。来。那我给嫂子倒杯酒。我不喝，你们玩。哎呀，怪我怪我，怪我想的不周到。我是刚动完手术，还在吃着消炎药，确实喝不了。我嫂子又不喝，那今天这局。咱们就算了吧，咱们改天，改天。可是我们才刚到啊。就是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一点都不靠谱。哎呀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我这寄人篱下，身不由己啊。要不这样，改天我挨个上门道歉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好吧，真扫兴，扫兴，扫兴。哎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啊！下次，下次一定。拜。再见，拜拜。松开！大嫂脾气还真不小啊，对我哥也这样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看嫂子对顾城就与众不同啊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脸上还总带着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好上了呢。我和他是大学同学，是朋友，是同事，关系轻点怎么了？你当他是朋友，他对你也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把别人当傻子，他对你就是另有所图。你也别把我当傻子，谁对我是不是真心的我知道。他真心，你休息室中毒那天他人呢？档案室封存账本的时候只有他在场，他是唯一可以动手脚的人，你还相信他？对，我信他。是他，回忆是他，寻回